여자결승 출발합니다. 比赛一开始，泰国选手取得领先，中华队选手紧跟在后，保持一定速度之下，还要精准通过障碍物，一个不小心就与奖牌擦身而过。Sadly for Korea, it's only Gaeyeon Mo who doesn't finish. Zhao Jingyu, Steph FPV from Chinese Taipei will be second. 韩国选手最后一刻时长出界，由泰国蝉联两届冠军的女将率先抵达终点赛金，中华队的赵廷宇则靠稳定技术银牌入袋。因为身体有点不太舒服，就是有感冒这样，淘汰赛就有点表现得不是很好，今天的决赛就想打比较稳定的策略去飞，然后还是有机会拿到第二名，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。韩国选手呢可能超出他能够控制的范围，所以实际上在赛道上的追逐感呢，那在最后接近的几个环的情况下他就撞掉了，那廷宇就陆续的就稳稳的把这个第二名给拿下，距离金牌只差一步，可惜这次抱病参赛影响表现。不过赵廷宇依旧拿出稳定的技术，在2023年世界无人机的锦标赛女子组决赛中打败了劲敌韩国。这次比赛在韩国南园市举办，有115名的世界顶尖好手参加，赛道全长有725米，设有弯道、斜坡、隧道，还有圈状门以及直线和立方体等元素，像极了哈利波特的魁地奇。无人机就像金探子一样，需要通过障碍物考验飞行员的技术，就是在虚拟的比赛跟这个实际的状况的比赛，我们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。这次中华队有五位选手出赛，男子选手柯冠成飞进前十六强，而无人机的电竞赛选手陈泽伟则是排名第13，也有不错表现，未来将继续训练，在国际无人机赛事中替台湾拿下更多奖牌。 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